复古就一定要甜美碎花或古典美人吗？大爱的中性风格何去何从呢？其实不需要担心，男装款型、西服套装、高腰阔腿裤等鲜明复古元素，令独树一帜的中性美也可以拥抱复古。春夏 T 台上，摩登大牌做了最好的示范，全面解析，教你在一一春夏复古中性性格。一件衬衫足以变装达人，去年设计较复杂，偏女性化，而今年则完全是男款的简单设计。略微改良的小圆领或是细带领口都行，材质上的文章最为突出，更薄更透，隐隐灼灼中分外迷人。加入颜色渐变，花朵印花便上演高调，内心不安的分子就表现在这丝丝细节里。外套、西装、裤装的经典组合怎么舍得放弃呢？改变沉重颜色，今夏要颜色繁荣，绿和蓝、红和黄对撞依然中性，但专属于女人的魅力呼之欲出，鲜明而卓著。零色彩的极致白色套装也绝对不能错过，不同质地搭配出潇洒的风度，不同风格组合出闲适的感觉。参考男装的 look， 在配饰的点缀里注入女性柔美，女人也可以有放浪形骸的一面。高腰阔腿裤更具当下的风范，裤腿更长更肥，裤腰更高，甚至出现了连身的设计，将这一款型做到夸张但非常的漂亮。保罗·史密斯西装质地的九分裤搭配透明高跟鞋，有点裙装的飘逸感受。马克·雅各布斯采用闪亮材质，粉嫩的颜色， disco 的风格，想不抢镜都难。爱马仕将裤腰加高，会用腰封拉高比例，凸显身形气场强大。连身的设计更为精妙，线条极简，呈现利落干练的味道。偏爱中性，外表低调，内心可不一定是这样，那么眼镜的搭配可以直接表达这一点。大热的汤姆·福特猫眼镜被扬得镜角，俏丽迷人。维多利亚·贝克汉姆的摩登猫眼镜也有异曲同工之妙，或者圆圆的复古镜片、复古纹饰的镜框，都是嘚瑟的不错选择。不管你是否热爱中性元素，是不是都对这么精妙的穿搭动心了呢？不妨试试看，为自己打造一个别致的春夏风格。